一分钟带你们了解马来西亚社区药剂师的日常，想成为 pharmacist friend 记得收藏起来。这集带你们到怡保爱家西药行了解。首先早上需要开店，过后进行打扫，确保店内干净舒服。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订货，因为要确保货物充足，然后进行小组讨论，和团队们分享药物的知识。准备好一切后就是服务大众。当药剂师收到药方会很小心的处理，避免有错失。很快就要到午餐时间，其实身为社区药剂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吃饭，但是同时间又要确保自己吸取足够的营养，就来一杯营养谷粮吧。这杯谷粮包含多种成分，有甜菜根、蔓越莓、山莓、蓝莓、欧洲越橘、巴西黑莓等，非常高的抗氧化成分，也可以用来抗老化、补血、补眼、维持尿道的健康。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确保自己在忙碌的时间有足够的营养。其实社区药剂师每日都要应对不同的顾客或者是病患者，轻微病状，比如说伤风、感冒、喉咙痛，都会自开配方，随时要审查病人服务正确的药物或者是医疗用品。总结来说，社区药剂师除了销售药物，最主要的就是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，同时能让顾客买到品质良好的产品，也能把健康带回家。爱家西药行目前有三间分行，所在的位置就在这边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药剂师怎么说。我们这几年来都坚持在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就是我们会把最好的产品、最有 quality 的产品带给大家。第二件就是我们会把最专业的知识、医疗知识带给大家。第三样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所有顾客或病人都当成是自己家人看待。你们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，就留言告诉我吧。嘿嘿。